準備一開集嘅時候見到呢個好運報啊，同埋啊呢個真威而家出慢咗，而家硬猛拱翻上嚟，跟住我當係戴雲來同埋滿貫桂英，萬嚟都開飛翠，而家又放翻上嚟啦，跟住先有見到白萬城區留翻住啊，最後小小見到長勝燈啦，然後就威利威啦，咁仲喺中間跑咗話，跟住先有寶山啦，然後就係花花之寶、包尾就係貴族英雄同埋仙過你，跑咗大約咧係。 四百米嘅路程啦，而家嚟海比翠啊，佔先翻咧成個馬位嘅真威留翻住喺第二位，跟住有好運寶同埋滿貫桂英一對一三四，然後戴雲來守住第五啊威利威利，而家外檔嘅第六位到，跟住埋邊有長勝燈啊，中檔仲有呢個花花之寶啊上一啲，然後就係百萬神區啊，呢個寶山啊，包尾係貴族英雄同埋仙過你，去到轉翻中間嘅時候，先再冇咩變化，海比翠仲係一馬當先嘅真威守住喺第二位，跟住咧好運寶喺埋欄啦，然後外檔有呢個滿貫桂英啦，最後少少見到有戴雲來啦，然後先至見到威利威，而家逐漸推。 跟住外檔有花花之寶，由勝登啊，亦都等緊位出，一轉正入直路嘅時候，見到真威啦，已經係越過咗海比翠噶啦。跟住咧就係有呢個滿貫桂英啊，當幾個箭步衝跟上嚟，跟住好運寶啊，中檔亦都猛咁衝啦。然後先至見到外檔啊，有啊百萬神區啊，寶山亦都大過到咗，威利威亦都上咗啲噶啦。最近中呢個時候，五匹馬並排衝刺啊，見到外檔嘅百萬神區啊，過咗啲車尾，百萬神區第二名影相啊，就係有啊呢個滿貫桂英啊，真威同埋寶山啊，幾匹馬咧要影相啊，爭在戰相嗰接近噶，冇威利威咧都唔係朱浩遠嘅啫。呢樣賽事啊，五匹馬咧即係並排啊衝刺噶，鬥得相當激烈。呢一百萬神區咧，今次跑千四咧
往績嗰只就真係嗰只贏啦，仲有六啊幾倍添。百萬神區攞到第十場頭馬噶啦，咁第二名咧就應該係保山嘅機會大啲，裏邊咧就有隻滿貫群英，威利威咧照計咧可能係第五到啦。睇下呢只百萬神區今季爆幾次大冷門嚇？啊，兩次啦。贏你贏，我哋都唔信嘅。神區啦都話。神區嘅。冇錯啦，第二名就是。